本以为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只是盗墓贼杜撰的历史传说，不曾想这次任务的总级目标却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穿越通往黑水镇燕军寺的藏兵洞，给予的是西夏宝藏。老郑啊，这次的发现你要立一大功了。老梁，我早就说嘛，这水东沟非同一般呐，这可是四万年的古文明啊，原始人当时啊就在这儿生活，何等的奇妙啊。是啊，好了，我出去一趟，这事交给你了。哎，不是，你干什么去？找老朋友借点粮，否则咱们就真断队了。小李，哎，走。早去早回啊。哎，老梁，那个丛世平一定看紧了，别出岔子。走。哎，干什么的？哎，这里是高县长啊，先生免进。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在我们的地盘挖坟掘墓，你说要干什么？我们这是考古。听说你们弄了个带刺的丛世平，交出来吧。一物换一命，不能给他们，他们是盗墓贼。哎，哎，哎，要是不交的话，不只是他，你们都得死。对不起，不能给他。别别，我去拿。咱们啥子时候能拆嘛？你说这荒山戈壁的，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方圆几百里地都没有一个人，我真的遭不住了。我这三十几年的考古生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哪能跟你一比嘛？我最大好的青春。既来之，则安之吧。秋三啊，这是啥子地方？勘探队的，他们队长是我老朋友了。有没得人啊？有没得人？连个人影子都没得。你不是说能弄得到吃的喝的吗？可能先撤了吧，毕竟都快冬天了。跟你一起，这吃屎都干不上啥活的。那你还有啥子办法吗？也只能撤了，回吧。
妹子，东西和人都给你弄来了，验货吧。杨大顾问，受委屈了。郭启源，谁让你们这么对？原来你们认识？何止是认识啊，你俩都认识呢。他斩亲过你？这，靠！杨子，你他妈找死！打死我！你们这帮禽兽！抢了东西还不快滚！谁让你们杀人的？事已至此，算了，和气生财。抢东西就算了，弄出人命来就消停不了，干大事干个屁！你吃里扒外就不怕别人知道？现在一了百了多好，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了，哥儿几个辛苦了。歇着吧。就知道娘们找我们来没那么简单。他可没跟我说过他跟这姓梁的认识，而且关系还不一般。这女人一旦有了男人撑腰，可就不好摆弄了。咱还是撤吧，又不缺他那十根金条花。再说了，那宝藏到底有没有？鬼他娘知道！来都来了，看看再说。好了，又不是小孩子，生个气还没完了。你从哪找来这帮人？心狠手辣的，靠谱吗？我师兄介绍的，绝对是一路。接下来打算怎么干？去西门庄。去那儿干嘛？阿兰德说他祖上曾经去过黑水镇，西门庄是必经之地，让我们在那儿和他会合。阿兰德又是谁？姓都不好。我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在国外被称作探险专家，在道上有些名气，据说还打捞过沉船。弄了不少好东西，哼，别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哎，怎么这么安静啊？都睡了？不可能，这才几点钟哦，肯定是看见老爷子不在，都出去耍去喽。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过去看看其他人。不是，队长，赶紧过来！快过来！你怎么样？出什么事了？这是？一群盗墓贼！盗墓贼！娘亲，贼寇老婆们，到底出啥子事情了吗？头子，头子！这西夏宝藏的秘密就在这个博物馆子里，真的假的？季老大，我们干的可都是土里刨食的买卖，这杀人放火可是头一回。现在东西也抢来了，该给个说法了吧？我们可从来不干亏本的买卖。这是威胁呢，还是想坐地起价？哎，聊聊嘛。我们都是先小人后君子，笑什么笑？
哎呀，你们糟蹋了多少宝物，毁了多少古墓，一群莽夫还敢说自己是君子？哼，梁大顾问是吧？那就请你给我们泄露一点点天机呗。哎，我们是没见识。 可你这有见识的，跟我们同流合污，为了什么呀？哦，没钱了，也可以赏你几个呀。我好了，不说，来，吃鸡。你慢点儿，还慢点儿吗？ 你到底要干啥子嘛？这荒滩狗不理，你到底要去哪儿嘛？哎，那个丛世平连三级文物都算不上，你至于吗你？再说了，梁景文说不定都死了，要么咱们就赶紧回去跟领导汇报，要么咱们就赶紧去报案。我们还是回去了嘛？我爸都想我了。你懂个屁！那个丛世平里有天大的秘密，除了我，只有梁景文知道。 我们一定要赶到盗墓贼之前找到他，万一秘密被泄露了，我们就麻烦了。哎，西夏帝国被蒙古大军踏平，积累了几十上百年的国家宝藏，传说是被埋入了兴庆府。这考古的、探险的、盗墓的，把这兴庆府的遗址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传说。这云里雾里的，到底在哪儿？我看过一篇野史，上面说啊，这宝藏压根儿就不在兴庆府，而是在黑水镇燕军司的一口古井里。黑水镇燕军司，这批宝藏销声匿迹之后，这燕军司到底在哪儿，也就成了千古之谜。<笑>这野史啊，真够野的，跟传说一样扯淡。 哦，他说在井里，你就信了。我还说他在天上呢。这野史还说了，这藏宝水井的位置被绘制成图，烧制在了一个瓷瓶中。我也觉得这是扯淡。可是老天有眼啊，我们前几天发掘了一个丛世平，里面还就真有一幅藏宝图。这幅藏宝图就是传说中的十大宝藏之一——西夏宝藏。 那还等什么呀？我再召集些兄弟，明天咱就去挖去。<笑>你以为是你们家种地收庄稼呢？那是700年前的地图。你现在去给我找找，这黑水镇燕军司在哪儿？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啊？我，好了好了，又开始掐。我已经联络知情了，尽快与他会合。怎么又多出一个人？ 怎么的了？哪还有啥子水？谁呀？都怪我，怕是咱们走不出去了，连累你了。好了，你不要说了，你到底想干啥子嘛？不死不活，追了两天两夜了，连个人影子都没见到。我要给死去的同事讨个说法。有领导。 有解放军，有公安，你让他们去查嘛？你是把命都快搭进去，
你能解决啥子吗？来不及了，要是那样就来不及了。万一被他们把曹世平带出境，那就完了。不行，不行，我快点起来，下去，还得去追他。你俩这一宿都没露面了，干嘛去了？这月黑风高露水大，可别伤了身子。天当被，地当床，这难得做一回野鸳鸯。收拾好东西，走了。你们自己是哪个说？自己大把命打里头了，你不晓得哪个死的？这他妈荒山野地的，我上哪儿去给你找水嘛？班长，一切正常，咱啥时候撤？再转去了吧。身份，接受检查。还有气儿，小周，水。是。考古队，过来，这个明长城，就描几条路程了。西门庄就在那个方向。哥几个都没有了，你咋了？哎，慢点，你慢点，给我！你这么喝会死的，你已经快脱水了，同志，好吗？不是，我喝死算了，我不活了。你喝了饱了就没命了。给我，坐着，给我，坐着。什么人？把手举起来。哎，举高点。我队长。队长，慢点，我记得我说的话啊！你着什么急呀？啊，那肯定没打中。你看什么呀？早跑没影了。我跟你怎么说来着？
啊，不要慌张，三点一线，枪口微微向上一点点。我你看着我干嘛？啊，我在教你，我在教你。不是打不准，是我不想打。不，多可爱的兔子。妹妹，咱们可是猎户啊啊！你不打他，咱们吃什么？吃土啊！那也不成，以后不准再打兔子了。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我最烦黄鼠狼了。不是那玩意儿能吃吗？那玩意儿我不管，我就打。哎，你等我的，你等等我的。哎呀，你这……你们刚才让我们帮你们找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杀人犯，抢劫犯，哎，一群盗墓贼。杀人犯，盗墓贼，到底是谁？他们就是一群盗墓贼，打死了我的同事，抢走了文物。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装备？这我怎么知道嘛？我们两个赶到发掘现场的时候，就剩下一堆尸体了。快去追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们了。好了，这也不是说追就追的事儿，我们还是得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再说。老板，那里有户人家。哥，你们干什么？啊，姑娘不要害怕，那位是民兵。民兵怎么还蒙着脸呢？他是外国来的，和咱们长得不一样，所以就蒙上了，省得老是被别人盯着看别扭。嗯，那你们要干什么？路过靠口水喝。哦，那你们先等一下吧。真是好东西，这见过丢钱的，还没见过丢推土机的呢，这不是勾咱馋虫吗？妹妹，我这俩兄弟的腿儿那也是肉长的，不是驴蹄子马掌，好歹弄辆车，弄个骆驼，有头驴子也行啊，腿着去啊。我也想，你都弄不到，我上哪儿弄去？这样也好，目标小，安全。前面好像有个村，过去看看。你们的水好了，你干嘛 ？Sorry， 小姐，请不要嫌弃我太激动了。你知道这个小猪的来历吗？家传宝贝，能不知道吗？我真的喜欢这个小猪，你可以把它卖给我，我可以给你卖的价格。不卖。生意是可以谈的。不卖，你这人怎么这样？都说了不卖。啊，卖。卖，sorry， 太晚了。这会不会就是阿兰德说的西门庄？不像。他说是个没落的无人村，这不就是吗？这就没有几户像样的住家，还有刚刚经过的推土机。我推断，这充其量就是一个临时的工棚。那人呢？还有那推土机，说扔就扔了。这我也说不好，也许是遇到了什么变故吧。先进去看看。娘的，什么都没有。真他娘的过分，搅得这么干净，一点水分都不留。你还真下得去嘴，
你就不怕这是80岁老太太吐的？80岁她有牙吗？少恶心我了。看来这地儿经常有人路过歇脚，我们还是赶紧走。大部队的支援迟迟未到，我们只能就近去找后勤依托。没想到我们两个是躲过一劫，我的同事们全被杀了。哎，但是那个梁顾问还生死不明嘞。对，我们的顾问梁锦文同志下落不明，估计啊是被盗墓贼抓走了。我一方面担心他的生命安全，我更担心的是重要的秘密。我们挖掘的文物中有一个从事瓶，里面刻有文字图案，我们把它踏取还原，竟然得出了一幅藏宝图。经过我们研究，那是有历史记载的西夏宝藏，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我们准备上交国家的，没想到杀来一群盗墓贼，还给抢走了，这弄得……哎，这要是追不回来，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西夏宝藏，对，郑队长，这是你个人的推断、猜测或者……吴班长，你是在怀疑我吗？出了那么多条人命，你怀疑我？我求你们帮我去追盗墓贼，去追凶手，去救我的同事，这很可疑吗？郑队长，你误会了，咱们私下里边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要申请执行任务的话，还是需要更有力的证明。你现在让我怎么证明嘛？哎，熊叔资料啊，队长。对对对，看看我这脑子不灵了。我们对西夏文明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西夏宝藏的记载也确实有处可查的，这在我们单位都是有资料、有记录、有档案的，包括我们俩这次的任务，还有我们俩的身份，你们可以去查吗？李将，到，立即上报核实信息。是。妹子，哥上回送你这眼镜好使吗？啊，哎，跟哥聊句实话，你跟那小白脸到底啥意思？呵，先生万岁呀。这燕军司他到底在哪儿？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可到了西门庄就知道了。怎么又多了个西门庄啊？去西门庄等个人，只有他知道燕军司在哪儿。还有问题吗？这东一榔头西一锤的，你们是想人尽皆知还是咋的？管好你的人，干好你的活，别他妈那么多废话。走了。看见没？又当野鸳鸯去。走。停止前进，九州到，地图是。班长，地图。吴班长，咋了这是？我们现在是在郭靖县禁区，虽然我们得到了上级的任务许可，但是也不能乱跑。那要是他们跑出境了，这下子我们就麻烦了噻。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肯定会去燕军司，我们就去那儿等他们。燕军司？对啊。哎呀，别找了，地图上根本没有，这都是70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叫什么名都不知道。来来，给我。往那儿走。你确定了？
大致方向我还是知道的。来，吴班长，执行任务，我们不跟上级反映一下，多带些人去吗？怎么，小瞧我们？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人多好办事儿嘛。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文物刚被发掘就被盗墓贼洗劫，而且只有梁锦文可能身亡，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关联？你怀疑他？不可能，不可能，多少年同事了。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梁锦文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他肯定是李谦。别瞎说，不就是没投你副主任那一票吗？我的体格是看了我的能力，还差他那一票半票的。你又没事没有看见他看那个女同事的那个眼神哦，真的是色眯眯的。哎呀，别胡说八道。我觉得吧，之所以被抓，那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一旦宝藏被发现，可就难说了。拿吗？啊？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咋就一点没长进呢？别拦着！哎，拖住了，这儿有个支点啊，三点一线，你，哎呀，你最简单的托举你都不行，行不行？嗯，记得我跟你说的啊，不要慌张，三点一线，枪口微微向上。哎，哎呦，我说你，你什么你？弄这么个破枪！你们是谁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枪哪来的呀？哎，不是，这枪是我的。我们是猎户，这个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我们有备案，我们有持枪证。你们到底是谁啊？我们是武装部的，这地方不能打猎，跟我们走一趟。我们祖孙三代都在这儿打猎，怎么就不能打了呢？找啰嗦，跟我们回去做记录。走，哎，走走走。武装部要这俩累赘干什么？带路。带路？他们是当地猎户，环境比我们熟。谢谢，谢谢，谢谢。看出什么玄机了没？咱可没这能耐。这对他来说啊，等同于是天书。要不是我家大哥被抓了，就你这玩意儿，分分钟搞定。可惜了。谁呀？说来听听。这道上的牛人我还都认识。想知道？跟你说得着吗？你还别不信了，这山外有山。好歹我们也是摸金分支，打三国那会儿起，那就是有头有脸的。这北斗星宿，封金定穴，千百年来那是屡试不爽。跟你说这些，你懂吗？天叔，哎，他们不是什么武装部的。什么好人？他们是摸金校尉。摸什么金？校什么尉？挖墓掘坟。净瞎扯！咱们老太爷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这摸金校尉逼着挖过墓，命差点没了。
你俩真是猎户？啊，祖上八代都是。知道西门庄吗？知道，早些年去过，卖过皮货。那就给我们带个路吧。去那儿？不能去，不能去，真不能去。为啥？早些年那儿发生过瘟疫，死的死，逃的逃，那现在都成一座空城了，谁也不敢去啊。少废话，如果不去的话，就把你们俩就地活埋了。不是你们什么人呀？哎，真的不是人。坐下。坐坐坐。啥子地方啊？梦呢吧？哎，一会儿进山洞，找个时间就逃出去。那你咋找啊？我会找时间想办法出去的。可是，听话，听什么？没有，我在想这路应该怎么走。那个妹子，你说这路是不是带的什么破路啊？老大，前面全是山，走出去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对呀、啊，前面是个山洞，你走山洞里头那就是用半天时间，你要绕山那至少也得三天，你们自己选吧。走山洞。那我提前把话说在前面啊，这个山洞可是古代的藏兵洞，那是大洞套着小洞，错综复杂，还死过人。啊！要是迷了路，全部折里头。少废话，快走！哎，不是你听点，我没哦，进去，来，走，快走，走。哎，就是一个就在这，哎，你又怎么了？不，这里面万一有个狼，有个熊的，你不怕呀你？还有问题吗？你，哎，进去。山洞又不是墓道，哪来的毒气？你安全吗？大家小心啊，这边的岔路口很多啊，小心啊。你能抓住人？行了，还不快叫回来！追个屁呀！这就是个迷宫，别再把他给搞丢了。要追你自己追，这是我的人，还轮得到你来管教？好了，
方圆几百里连个人家都没有，他就算是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我要找我妹妹，我要。行啊，小子没看出来啊。彼此彼此的吧。打打打打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你把我打死了，你们也别想从这儿出去。试试看。行了，既然心知肚明，咱也不绕弯子，把我们带到西门庄就放了，否则就把你变成棺材瓤子。走，快走。班长，埋了没多久。这回再看一下。是是是。郑队长，我们的单兵口粮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你们两个，怕是撑不了几天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也着急嘛。哎，你们不是有枪的吗？随便上这儿打个野鸡、野鸭啥的，我们还能窝到去喽？确实有人驻扎过，还不止一两个人。哈，我说什么来着？八成就是他们，他们肯定会去燕军司的。继续前进，是，出发。去前面看看。别动！谁开的枪？走火。你是谁？问你呢，干嘛的？敢偷袭我们？谁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没看见我们穿着军装啊？这枪是烧火棍啊。那些抓我们的人还说自己是武装部的呢，那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啊。你好了，姑娘，请你立即表明你的身份。不是说出了山洞就到，这是哪儿？过了这片沙漠就到了。你小子想害我们是吧？啊，这沙漠是随随便便能进的吗？大哥，就这一小片沙漠。行，你们不想进沙漠也行，咱们绕沙漠走啊，至少得三天。走。
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快点！狼心千里不留痕迹，纵有追兵在所不惧。哼，滑头！瞎操心，这沙漠是流动性的，一会儿就把脚印全盖住了，一点常识都没有。我愿意，你管着吗？行行行，千金难买你乐意，但就你这么个草法，咱到晚上也走不出去，到时候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删了，走了。姑娘，劫持你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有什么目的？说是武装部的，逼我们给带路，不然的话就把我们活埋。那肯定不是武装部的。嗯，我哥说他们是挖坟掘墓的。你说什么？我哥说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干的是挖掘坟墓的影视。你凭什么这么确定？他们自己说的，我说自己是什么摸金的。摸金校尉。哦，对对对，摸金校尉。吴班长，就是他们。他们在哪儿？快带我们去找他们。嗯，说是要去西门庄。西门庄？不是燕军司吗？郑队长，这西门庄又在哪儿？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他们去那儿干什么？一个无人村，以前闹过瘟疫，人都跑光了。那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装备？四五个人，都有枪，还把我们打猎的枪给抢了。吴班长，事不宜迟，我们必须马上赶到西门庄。姑娘，你可以带我们去西门庄吗？肯定可以啊，我还指望你们救我哥呢。行，那咱们出发。是。西门庄了，一个人也没有。确定是这儿？怎么相信你？这怎么相信？不是，你看这方圆百里啊，还有第二个村庄啊。哎，信不信？哎呀，信，你要信我傻驴啊！你还真是头蠢驴，放走了你不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别别，妈！先留着，万一那阿兰都有诈，这小子还能派上用场。信不信，对吧？咱得讲诚信。我告诉你，如果这里不是西门庄，我就亲手毙了你。走。真没人。哎，有水吗？我这儿有尿，你喝吗？这没有就没有，我还非咋说？没人。井，有水，那还不去找桶？哦，
是从这儿穿过去的。班长，你看，新局发的，全是他们打的。为什么开枪？跟谁打？杨顾问不会被他们杀了吧？这得恨成啥子样子？这一地的子弹壳，快打成筛子了嘛！没打人，怕里面有野兽不敢进。他们不是一般的小毛贼。你看这火力，五四式、五六式，全是制式武器。这帮人什么来路？是不是向上级请求支援？队长，他们得开小会。他们得说啥子悄悄话？是不是害怕了，不敢追了？你以为都像你似的？我才不是。那怕是来不及了。他们的人数跟咱们差不多，没什么好怕的。急追。是。所有人高度警戒，紧动。哎呦，喝水喝得我爽死了。哎，你们坐。吓死我了！哪来的干尸啊？他不会死的，有病毒。以前清理过，这肯定落下来了，赶快走吧！真的，赶快走吧！催命一样的赶路，就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宝藏呢？谁说不是呢？瞎折腾！我也不想折腾。你们要是能找到燕军司在哪儿，现在就带我们去啊！什么分金定穴啊，北斗星宿啊？牛逼哄哄的，看看星星，看看太阳，就能知道宝藏在哪儿，啊！开始你们的表演。摸金校尉啊，把丘中郎将、半山道士，把燕女子找出来啊！哎，你说了和气生财，非得两家伙。哎，他说你是土魔。哎呀，你又不是我骂你的，哎呀！一群地老鼠。对了，对了，对了。我知道西门庄是哪儿了。西门庄啊，原先叫庄西门。黑水镇是一个军事要塞，军民啊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西门庄就是这个村子的西门。到底是西门庄还是庄西门啊？原先叫庄西门，后来因为叫着顺口，就叫成西门庄了。你这不绕圈子呢？我不是为了告诉你这个门冲哪儿开，我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西门庄和黑水镇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找着西门庄，离黑水镇就不远了。对了，你看看，毕竟是领导。哎呀，哎，妹儿，你这么文文静静的，你还打猎啊？真是佩服你啊！我这个啊，都工作好几年了，才刚要当上副主任。
哎，你见过大城市没有嘞？啥叫大城市啊？我家就是。下次啥子时候你来找我耍嘛，我带你去吃涮羊肉。我们不打猎的时候就放羊，见天的吃羊肉。那不我带你去吃我们的。行了，你要是能帮我找到我哥呀，我请你吃天鹅肉。想吃吗？哦，他，哎，你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他不是那个意思。哎，姑娘，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问你。你知道黑水镇燕军司吗？当然知道了，我们那儿一直都有这个传说。都是怎么说的？有的说那儿到处都是金银宝藏，还有的说那儿到处都是孤魂野鬼，还有的说那是一座漂浮的城镇，没有人能找到它。那还真是够神秘的呀。啊，轻点大哥，不是大哥，我都已经把你们带到地方了啊，你们怎么还不放了我呀？你雪，哎呦，大哥，这一听说翻阴手你脸色都变了，啥情况？那土观音又是啥？这十多年前道上出了一对牛人，男的人称翻阴手，女的号称土观音，名震江湖啊。后来因为黑吃黑，俩人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谁知道今儿在这儿给碰上了。那有啥了不起的？你知道土观音这名号怎么得来的吗？当时江湖上盛传，在一座大山里啊，有一座帝王的陵墓，这前前后后去了十几拨人，都无功而返，根本就找不着。就在大家以为那就是个传说的时候，鸡鹏破这小娘们一个人进山了，这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等的就是一场暴雨。那一天大雨倾盆，鸡鹏破这小娘们站在雨中听声辨位，愣是靠雨滴打在地面的声音啊，找到了那个皇陵。据说那个皇陵跟定陵有的一拼，牛人呐！亏吧就，听那点雨声就行，他是神仙。人家说了，地宫是空心的，所以这雨滴打在地上的声音啊，就是不一样。就那么一丁点雨声，狗都听不出来。他有特异功能啊。那翻阴手又是哪路神仙呢？从来就没有人见过翻阴手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他一直蒙着面。他的绝活就是通过长木土就能够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什么规格的墓葬。有那么一回，他们先是探了几铲，别人都说那是明清的，没什么意思。可这翻阴手呢，抓起一把木土就放到了嘴里，那么一品，说是汉墓，打开一看，还果然真是一个汉代诸侯王的陵墓，厉害吧？啊，哎，要是咱有这个能耐，学海无涯呀！这怎么看都不像啊。你不是冒充的吧？这就不好说了。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老规矩，先君子后小人，多留几个心眼。好了，别看了，找个地儿把他给埋了。为啥？这可是我们的筹码，不能轻易的交给阿兰德。好，早点睡吧。你去哪儿？就睡这儿呗。算了，你自己睡吧。两年没见就伤风成这样了，以前不都是一起睡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还生气呢？这两年我不是也……不是什么，说好的在昆仑山碰头，我一等就是半年，你可倒好，
自己跑到国外去逍遥快活。还有，那个阿兰德就是你的相好的吧？什么相好不相好的？别说的那么难听，我这心里啊，可是一直有你的。少来！那次黑吃黑，咱俩是逃了出去，可我刚到昆仑山就遭到暗算，多亏了阿兰德援手，他救我一命，我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别小肚鸡肠了，这人也是要念旧情的嘛。嗯，我要是不念旧情啊，我才不来呢。我对那批宝藏可没什么兴趣，这不是怕你再被别人下套吗？睡死了，起来了。都在这儿等着，看好你的人，不能出去。成。还有你俩，别在这儿耗着了，出去找个地方看着村口。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鸣枪。哎哎，美女，你们什么时候把我放了呀？啊，乖乖待在这儿，要是再耍什么花招的话，就把你的脑袋磨成粉，做人头豆腐汤。接着，哎，别抽了，给那娘们知道，又得说咱报了目标。真怕那娘们了，我跟你说，甭管他是土观音还是土行孙，惹急了，老子就把他咔嚓。不行，我得还再跟老大说道说道去。还是这个好啊！哟，换品味了，老大。老大，那两人原来就是拼图，现在出生成对的，你真打算插一腿？咱这干得够的，就不能扯上女人，这可是祖师爷发过的话。又没大没小了是吧？啊，你都开始勾搭洋妞了，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找个乐子，不当真，你也不能当真。你说，那两个人靠不靠？别到头来摆咱一道，不得善终。那娘们找你的时候就说不靠谱，可架不住你喜欢人家呀。爷就喜欢他那股劲儿。再说了，有枣没枣，不得先打上他一竿子吗？万一有枣呢，那咱兄弟可就富甲一方了。可他现在又找了一帮子人，到时候他众我寡。咱可就被动了，怕他娘个穷！咱们兄弟出生入死多少次了？啊！我早就打算好了。怎么说？那小子说啥来着？啊？卸磨杀驴。他们把咱们当驴，那该怎么办？我先宰了他。对，先下手为强。
到时候美女我娘，宝藏照烧。怎么打算？虽说这宝藏富可敌国，可真弄到手了也是个烫手山芋，想过退路没？要不跟我一块到国外逍遥快活吧。你还是跟你那阿兰德去国外逍遥快活吧。我这土包子去了国外眼晕。行了，没完没了了还。要不是他了解黑水镇，我才不会投怀送抱呢。再说了都不傻，他要是没了我也找不到那宝藏。说白了就是一场交易而已。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我要真打算跟他走，还在这儿跟你废什么话。Emma Duris, you're Emma? Or Michelle Lou, you're the. Hey man, who are you? 好久不见。I was missing you. 自己人，走吧。你们是被别人骗了，还是想骗我？真的在这儿？我们也怕被别人骗。Why you don't trust me？ 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他 ？Okay, okay. You always say that you cannot trust to just one side of the story, my darling.Always say like that also, so I can't blame you. Okay, okay, okay. My grandfather went into ancient site for more than free time, where he discovered many cultural relics about Blackwater Town. 阿兰德先生说了，他爷曾经三次进入过一个古遗迹，获得了不少文物。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文物全部属于黑水镇燕爵寺。This cold coin is really convincing. Since then, my grandfather never stopped to research this treasure. Everything recording here in his diary. Since then, my grandfather never stopped to research this treasure. 你刚才说三次进入黑水镇燕爵寺。Exactly, more than 10 years, free time in total.最后一次发掘的文物可是用了十几匹骆驼才运走。Exactly. How do you know it? 这个王八蛋，你爷爷也是王八蛋。My God. 什么神经？民国年间，燕军司被一帮老外盗掘了三次，原来就是他爷爷干的好事。什么狗屁探险家，就是一帮盗墓贼。我们是探险家，你在这的墓贼。你 ，Did I say something so wrong? 谈正事，谈正事。Okay, but now I know what Mr. Liang think about this treasure map. 阿兰德先生就想先听听梁先生对这藏宝。
但没有黑水镇的任何信息。Why you don't trust me？ 这幅图是得到了考古队长郑文初的认可。真是个老外呀。My darling， 我两杯怎么样 ？My darling， 打你妹啊！你来干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管我是谁？干好你的活，拿了你的钱，赶紧给我滚！你喜欢这个女人？关你屁事！多分你一枪打回我怎么样？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把你那封也审了，怎么样 ？OK。又开始掐 ！Oh my darling， 我没在乎酒，他喝不过我，就生气了，他生气了。大晚上的喝什么酒？来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你想我了？Sorry。叫我什么事？万事俱备，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嘛。动心了，黑水镇开始。这老滑头啊 ！Sorry， I was afraid of him and I forget some things of really important. This is candy I got a bracelet.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e price is really high. I bought it for you. 这怎么好意思呢？太贵重的礼物，我是不收的。Okay, I wish you a good night, guys. Still 任性的你不也挺任性的吗？
事儿。万峰，是。大家提高警戒，遇到危险可以开枪。是。安全起见，你们就在外面留着。胡班长，你又不认识狼棍，万一误伤怎么办？我也得去。你们也不认识我哥呀。再说了，我会开枪，说不定能帮上忙呢。不行，很有可能会交火，太危险了。我们小的还照顾好自己嘛，我们在这儿就不一定安全。要来自啥子狼的都把我们叼走了，有危险我们就躲起来。那你们自己小心，哎，千万不能乱跑。徐二中、李静，照顾着点。是，走。这是一个好天气，昨天晚上你们怎么样？还能怎样？就这样呗。什么时候了还嬉皮笑脸的？出发。那你知道往哪里走吗？现在开始，我的队，出发。班长，这村子不难打，而且过于分散。一旦发现目标，立即分散追击，绝对不能让他们给跑了。是。班长，我看这是什么？不懂。看看这些图腾，说明这个村子不简单。啊，我明白了，他们是党项族的后人，之所以在这里繁衍生息，就是为了守护宝藏。什么时候了？你有心思考虑这些？不，行了，你们就留在这儿，不能倒下。班长，我必须得。这是战场命令。哎呀，哎呀，你帮我拿着。听班长的，你们就在这儿等着。行。吴班长，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可是找到狼棍、追回藏宝图也是我的职责呀。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呢。行了，李江，到。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第一时间带他们撤离。绝对保证他们安全。是，走。还真打呀！他妈呀！你们从哪里来的？鬼知道从哪儿来这么多当兵的。肯定是那臭丫头带来的。这下麻烦大了。哎，那小子呢？肯定跑了。别管了。好了，大家带着自己的人打出去。走。哎，吴班长，不是四五个人吗？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啊。打不过我们就跑吗？他们真太多了。跑个屁啊！李静，带他们走。是，走。马峰跟着我，其他人注意安全。是是，走。你们两个去那边，马峰去那边。是是。
你们先走，我得回去救我哥。啊！不行，这是命令。我不放心，我得回去看看。哎！不要命了！你们赶紧撤！走走走走走！对。他们往那边跑，去了，我找死！我们现在怎么办？跑！上！上！啊！业务大队队，哎，撤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快追！走！放开队长，赶紧撤！我来帮你们呀！不需要。我跟你说。他们可是盗墓贼，他们来偷宝藏的。这个我知道，你赶紧撤出去。我熟悉这儿的地形，一会儿他们跑丢了，你还得指望我呢。行了，我谢谢你，但是你必须先撤出去。哎呀，我说你个死心眼！哎，
哟，媚儿，你看这胸啊，都没事吧？没事没事。大队长，我在胳膊，我在腿，这是工伤，你得给我证明好。都啥时候了，你还鸡巴？这没看出来。都说了我会打架。来。不，那我的。我不换，你用那个，我就用这个。不行，必须换。哎呦，都啥子时候嘛，出去出差得不得行嘛？哎呦，都是想挑三拣四的干啥子嘛？挑亲属，我他妈都成靶子移动靶还是个？跑嘛！对，快快跑，往哪儿跑？哪儿安全呀？快，没事。Kill him!全死了，快逃吧！往哪逃？走！立即顶住火力！是。别动！出来哦！行了，回去之后你就能当上正主任了。真的呀？队长，你不要骗我，队长。真的呀？立了这么大功，还能是假的？哎呦，队长！哎呦，我的胳膊、我的腿又开始痛了哟！你得给我做个证明，队长。我这是枪林弹雨跑出来的。哎呦，哎呦，哎呀，痛痛痛！还有哪儿疼？队长，真的疼！你看，真的。哎呀，队长，真的疼！你，行，怕不怕？就是担心我哥。放心吧，我们的战士都在里面。有人！哥！妹妹！哥！没事吧？哎啊！没事吧？王队长，你没事吧？没事。老梁，老梁，你真跟他们是一伙的？胡椒说咱爷俩神神秘秘的。老梁啊，老梁，抢几个文物就算了，你干嘛杀那么多人呢？你气死了我，打死你！我赵队长，你冷静一点。李江，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支援。是。我真后悔和你搭档啊。啊，对了，曹世平呢？
参谋同呢？你弄哪儿去了？你说话呀！胡班长，不能丢啊！说，藏哪儿了？埋了。埋哪儿了？麻烦王文信。到。带他去挖出来。是。是。到。去。我也去。坐哪儿去？捏过去。哎呀呀，过去！我打死你！我行了。短短几天的经历，犹如一场梦境。正当我庆幸有惊无险的时候。